开始 Pokemon 吹他吧。可以可以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抓这只。发现神奇宝贝，这个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Tokia Tokia Heracross 超梦跟雪拉普，对，正确，对对对，没事，但我也是这样打。是的、啊，退出神奇宝贝，怎么了吗？我忘记了。是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。也没队伍。按下，不敢想。上吧。Let's go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，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嗯。超痛啊、欸、直接过关了、欸、小心啊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嗯。第一次怎么没有反应？对啊，你刚刚按那么大力。按满的。呀哈！是的。不够。也是挂了，挂了。剩四点钟应该够了。哎，还没挂，呀哈！你用那个龙之吐息啊，用龙之吐息，对，左边应该会死，龙之吐息啊，对手也很有能力，应该会死。好啊，按用龙之吐息，加十或三五。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，很好，成功了。Let's get close， 直接过关。哎，没死。哎，没死。对啊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如果叫啊，都跳号。弟弟。丢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轮盘机会。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吧。是神奇宝贝球。太好了，恭喜！啊，美洛，我有交换。耶，美洛！大厨牌，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成功交换神奇宝贝了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车胎吧。哎 ，Pigeon，Perfect， 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没事的。好，然后反光，派出神奇宝贝，设置按下，扫描到 Z 车胎了。这个稳了，因为一道下的牌。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，此外在战斗。对。上吧 ，Zygarde，Kyogre，Galvan，
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你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我回归。基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。选择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完全形态，力量全开，完美转动条开放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。我们一圈半，来十五点，下午三点，电话，圈半，来十五点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力。跳。我已经跑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，太棒了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我所携带的力量被解放了，猎狐座出现了。捕获机会，这是捕获生存奖励，按下去是神奇宝贝球，我里面，怎么有模特？
我的变换形态。哇，然后呢？我的变换形态了。开始 Pokemon 圈大学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烈的神奇宝贝。Victoria， Tamaka， Austin。确认了。如果得上吧。Mario， Detective， Mewtwo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办法，我发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自己技能，按下右键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二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三百五的攻击可以清了。我发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这是捕获，精魂给力。按下球体按钮，跳是超级球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设置你的车的吧，按好，没事，好，会不会打不到？不会不会，上吧。Superior，Let's go，Unison，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判断。我发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树，跳，上方空前，下方空前，上方，效果显著，30-80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看着我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OK， 很好的转盘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示你。对方神奇宝贝攻击，小心啊！哎，不是地震，地震二招，二招幺，对幺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，成功了，好，道歉。
看，靠，真假？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眼神死。对手也很缓慢。好，留中。小的都这些都要吸。六珠宝。太扯了，都不能打死。生存奖励。那个极昼鸟已经在提示你了。攻略大法。按下球。三次不死下。跳，是超级球。人家跳。你抓到了。哦天哪！